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爆料。原神离谱 5.0 那塔火神技能曝光，无法被治疗纯叠攻击，新的一轮数值膨胀，仆人龙王靠边站。原神克洛琳德一定是个大 C， 可能强于仆人满命，直接 80% 减伤加全程霸体。元素战技灵魂的祭献 LV 时引燃明火，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随后形成赤魂圣火，持续跟随当前场上角色，并持续为该角色施加火元素附着。赤魂圣火当前跟随的角色无法受到治疗效果，当该角色生命值降低至 30% 以下，或承受足以使其倒下的伤害时，此次伤害不会使该角色倒下，并产生天域之门替换赤魂圣火继承持续时间，天域之门不再为当前跟随的角色施加火元素附着，每一秒对附近的一名敌人发射火焰弹，命中后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存在期间提高队伍中当前场上角色的所有元素抗性与物理抗性。元素爆发屠圣之怒 LV 时解放龙神激昂的斗志，为火神赋予落日昏属状态，消耗自身机能进行战斗。落日昏属在此状态下具有如下特性，持续为神施加火元素附着，无法受到治疗效果，并持续损失生命值，生命值至多降低至一，无法进行普通攻击与下落攻击，进行重击时将转为进行不消耗体力的攻击范围更广的黄啸龙炎体，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故有天赋一炽烈翻滚的热浪，黄啸龙炎体的暴击率提升 10%。 此外生命值低于 50% 时，黄啸龙炎体的暴击率进一步提升 20%， 故有天赋二静默安魂曲还魂之门存在期间，队伍中附近的当前场上角色除了火神自己的普通攻击、重击、下落攻击，元素战技与元素爆发的攻击命中时将基于该角色的攻击力的 245% 提高本次攻击造成的伤害值。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的普通攻击、重击、下落攻击、元素战技与元素爆发害值不超过原本伤害的 80%。 命作一连拯救济之人还魂之门产生后获得十层生息，还魂之门存在期间根据生息积攒的层数，每层能使队伍中附近的当前场上角色的攻击力提升 1.5%， 至多通过这种方式提升 48% 攻击力。命作二晦暗拂面之身落日昏属状态持续期间，每进行一次黄啸龙炎体的攻击，都将使接下来的黄啸龙炎体的攻击速度提升 6%， 造成的伤害提升 18%， 该效果至多叠加五次。此外天域之门或还魂之门持续期间提供的抗打断提升效果的伤害承受次数有 80% 的概率不会被减少，每 0.9 秒至多判定一次触发与否。命作四撼乱真言之势还魂之门持续期间，会每隔 2.4 秒对附近的敌人发射一枚龙炎炮弹，造成相当于火攻击力 120% 的火元素范围伤害，伤害视为元素战技伤害。命作六复生启示深沉的真言队伍中附近的当前场上角色通过普通攻击、重击、下落攻击、元素战技与元素爆发为还魂之门积攒生息时，将额外积攒一层生息，当还魂之门积攒的生息层数达到上限时，将会唤醒火神，并恢复火神 50% 生命值上限的生命值与24点元素能量，该效果触发时不会清除已有的生息层数。此外在落日昏属状态持续期间，附近存在123名或以上数量的敌人时，黄啸龙炎体的暴击伤害提升 40%、 55%、 70%。 最后是有关玩家在论坛上爆料的火神技能消息，大招能改变地形确实蛮有意思的，大家觉得如何呢？那么今天的消息就这么多了，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不如关注各位大佬好呀，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首先是近期不少玩家私信想知道的 4.7 卡池，根据内鬼的最新消息来看，确定上半克洛琳德加纳维亚、莱欧加西格文，下半因为 4.7 加入双线舞的缘故，所以水神不在这个版本复刻也在情理之中。 4.8 卡池内鬼给出的安排是调香师、尼禄、海森以及水神，并且尼禄纳维亚起凉凉会有新皮肤，大家先小小期待下吧。好消息是混池也会提前在 4.7 版本开启，进混池的名单确定77甘与克勤，剩下三个位置会在叶兰、钟离、胡桃公子之间选择，叶兰加入混池也是必然的，叶兰几乎只有胡桃队要用，
但是胡桃已经被仆人爆了，而且仆人的未来肯定不要叶兰。根据现有爆料，生命之气明显是个体系，更况且仆人是单纯的数值碾压，中离也是可能的，持有率 90% 太高了，进了也不损失太多，反正也没几个人抽，趁着4月7日开新深渊，开混池可以提升业绩。西格文的 Q 技能无法像那维莱特一样旋转，这是真准备弄个长舞和线舞之间的角色，虽然预料之中，但西格文功能太抽象了，特别是 Q 和 E 设计的真割裂，长按 E 可以铲两个水滴，大招可以吸水滴，至于长按有啥好处，吸了大招有啥加成，只能说幽默完了，倒不如把西格文当吉祥物送了吧，大家都开心。最后是有关玩家在论坛上爆料的火神技能消息，大招能改变地形确实蛮有意思的，大家觉得如何呢？那么今天的消息就这么多了，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